我们就直接开干吧。好吃吧？今天有一位重庆的粉丝说要让我帮他看块料子，走，我们去赢一下他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一路辛苦啊。嗯。周老师好。你好，你热情。不再看看其他的了？不看了噻，我抖音都已经关注了那个久了，然后那块葱鸟我看起，我觉得已经够了。现在主要天也黑了，现切的话比较慢。要不我们明天再切，反正晚上也没得啥子事，一会儿我都直接把那个钱给打过来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切。好吧，那咱们也让粉丝一起见证见证。这是一件会卡的春料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春呢，它是一盘一盘的。像这种它浓的一盘一盘的，它的化进去的几率会更大一些。那这个料子主要是赌什么？它这个一盘一盘的进去会有多少，化多深？而且这个种子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虽然是一个细糯，但是它的水化得很好，所以它起货以后会很水灵那种感觉。你看一下，它首先呢是要把它固定到这个吸盘上面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瓶找瓶用的，然后它红外线打开之后，它就保证它这个线呢不歪不偏啊，对，要不然它比如说我们现在画的，你看它是这边是低一点嘛，那它要把它垫起来，再用胶把它固定上面，期待都一样，所有的粉丝也都很期待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干吧。好吃吧？